Chik namche ra dhenpe kwa ne ta tamka chepe samarwe ta dhenpe kwa chik xe arp shi shang. Zai, jintian shawu ne yao jiang de zhige neirong jiu shi zhihui xuanze. Ta dhele yang, kanda shi lao da di, nga zuyo de kashurda, nam zuyo de dhenpe kwa ne, ene zi tangwa che se adi. Ta ta na, kondu shubha na singi, ta nga han zu zi rwa mili ya rin singi, anda zi lenge su ta kanda, Zawarabji, Yoni Yare, Bena Chiba Chunjun de Zuimina, and the Pinzun, Bena Buddha Samolo, Pinzuji Gilia, and the Jing Momashi of the Imbina, Naji Gama, Kashi and Nalolia, the Tropocha to Yaru. Then take it back on the Kajur to Yoni Yare. The Yang Azu Migamba de Zu, and the Mission to Chi, Lovjon Che. And Dana Singi, Talon Chung, did the shaving and the day Nalolia, and when a nearing Chadan Sadi, Chirp Chinchi. And as we think again, Kanda Simpson Kashuji, Siena Zeve Sambaruti, there's a young goose draw the arrow to see on the others.那么就像是在今天早上的内容当中有提到说其实我们身为人类，我们其实自然的或者说本质的就有这种爱心或者说一种关爱之情的。举例来说，像是一个小孩子，可能互相之间一群小孩子互相之间都是不认识的，但是你看他们稍微玩一玩，可能几分钟的时间他们就可以变成一个朋友。 但是小孩是这个样子的，但是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可能你学到的东西越来越多，然后随着年纪的增长之后，反而是这种分别心更强，亲疏之分也好，贪心跟嗔心也是比以前是更加的强烈的。所以这个时候，有时候再回头看看当时小时候或者说本具的那一个一种关爱之心，似乎都被蒙蔽住了，也都力量变小了。 That in the children shall ya and see a di casual that
다 다나 시야데 니지 고르제 근데 인고나 시야데 탑기 차르지 가르에 시르구차 시르구차 나 시야르 드르드르 조샤 可以这么说，在早上的内容呢，主要讲的是这个方便悲心的这个部分。但是下午现在要讲的内容就是有关智慧了。当然，小贝，这个俺们就得过了关的关下来。这里是要什么呢？第一个，俺们这都你拿不清楚的吧？남주역이나지시럽기남주역의시럽사디은다지닌질에지가수에갈래카스는다딩서버들지갈래카르지가지영등유서를삼탕那我想呢，可以这么说，这个智慧比起我们早上谈到的那个，你说是悲心也好，或者慈爱、关爱之心也好，智慧相对来说是更深一层的，它也相对比较难。那这里就是呢，它这当我去看出来，这给的没给。And the lady made it sad that she got away, she got away, that he did need to be on to send to the woman. Ah, system carry. Son has the book, get out of the chairman, they wish I'm a joke. Get out of the chairman.No. 다리에서고대야부고대다주어대기획고고다신다들도고마우시라야만다고대내는빼면고다다남주에다대배고하네네지가주에당화체사야돼다고대아네이바파저디쇼이에바디디스디용구유스마네아네다너나가슈에가슈딘데이다진남주야게용아리아다지수수에게 view point 삼으로해다지따당지따와서는라도삼류캐셔서는라도 view point 이개점을지디시절로지대례삼정도 view point 观念네다见解的观念다见解的话是好所以这时候智慧来讲啊它就是在做一种选择就像这里谈到说选择的时候有善恶有好坏有对错等等它都是一种选择它都是智慧的一种作用而我们说要让我们的智慧得以开展它很重要的一个先决条件或者说之前要做好的是什么就是你的一些见解跟观念要培养好要有正确大地那年大南军及南北现在是大面吧当东北尼给大王山的大刚才真的这个可是孟西给我觉得刚才大当时的战斗孟西给我觉得卡萨一年的那大人心给这大人事物什么大家能聚集写的卡萨的那乔阿的那大人心给我不卡林比尼亚这个那是三东大陆的卡林比的俺这大面嘛，东北人啥地个，他呢这些叫土，他这些叫个原因不嘞？所以这样一个可以说，
最基础跟一个根本要具备的一些正见或者说观念，在佛教里面来讲指的就是无我还有空性等等这些观念，它是在升起智慧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懂得如何在面对人事物的时候，你都能够带着这样一种无我或者空性的一种观念跟见解去面对他们。那当面下的当面的东北人写你知道他是当面的人就缺的很少当面就写要的他缺一当面写就是他东北人的不是经常就中间的不是要的然后看到人他是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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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讲到无我也好，空性也好，那其实这两者可以说最终他们的那个关键跟最终的核心关键可以说是一致的。当然我们说无我来分的话，有分为人无我、法无我等等。然而法无我我们可以说它可以就是属于空性，所以谈到无我也好，空性也好，这些名称总之它的关键跟它的最终的核心是一致的。但是呢南北的大面的时候现在就是呢但是忙不起大面的时候自己的国用就是南山就大面的时候就是他压下的压下的要马的是但是他们的国用就是压面的这是什么东西的但是呢各地里啊大面的时候的全大陆的我就是告诉人定什么路是什么路但是定什么路是国联啊联嗯的就大面不是啊这个次的几乎没有钱听南端的还国外的给什么是这什么程度。所以谈到无我的时候，这也是在佛教里面常会说的这样的一个词哦，叫做无我。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有一个一听到无我的时候都有一个误解，觉得就是哦，没有所谓的我，没有自己了，有这样的一种认为。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只是表面的文字上去理解它，而是要更深一层的去了解说到底佛陀要讲的无我的深意到底是什么。大能云是大康萨萨的大约的是吧，就把明大学就是的马多别给我有你去托了大的康萨萨就是给把车比呢你也要马的是这里就是呢跟着康萨的大萨是吧大约的是这里面这些了的。所以一般在解释这里所谓的我的时候，或者一种叫卜特切罗的这种人我一种我的时候呢，它我们会说它是假名安立的，它只是一个安立出来的一个东西。所以实际如果当你去分析去找有没有一个我实存的时候，会发现没有所谓的我真实存在。大家的印度上是什么大秘密呢？安静我那成了前面，但我最近三百能心机，我最能军，即打天界的，我就三百拿落来啊。我的大师什么考位两张都，然后即滚大的，打刚才即怕滚大什么了，他即然后就说说，即样落不中钱呢，等这个托呢，然后即。我的大三路去，这个经营什么路去？这个就落不着钱呢，大家哪怕做大呢？今天个团呢，什么当兵呢？这大家大家里人民呢？我就什么能心机？我有年数大了，越来越慢了是。但第二呢，做的我就大三去，在让王就大三去，
rāngwāngwāru chīk chē, ānā xiānsā jī rāngwāngwāru chīk chē, ānā kāntā jī rāngsū tu chūtēwāru chīk, tīnā jī yuwāru chīk, chīngiwāru dī yīnā, ngū yīnā chū tōlē, dī yuwāru chīk. So, 一般谈到我们讲到这个我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会觉得它好像真实存在。无论说你认为的我是那种与生从小，我们叫具生的我，就是你从小就觉得有这么一种我的这种感觉也好，或者是说叫片剂的我，就是之后后天的一种透过了教育，透过了学习，你慢慢更增长出来的，更加深的一种我的观念也好，总之无论是具身的我或片剂的这种我呢，它都不是真实存在，它都只是一个假名安利的。所以因此在这里所谓的这种假我呢，它有一个特质，就是你会觉得这个我跟由我而造成的他自跟他呢，它你会觉得它是独立，它是自主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大家好，我是三大，我是陈南云，陈文英呢，安吉다사대지 interdependence 네다도야나지 interconnected 삼으로뜨사뜨인조지기지리야뜨에대비지드린주사네베나땅아주수부디미네야엔지파만은잡아야돼지뭐보신다뜨에대야지수부기지춥차삼으로제드수인미네야아망고지뜨에대비시엔뜨에대비지래다나시엔지파만의뜨요아래다나신기다지가주지칼라세비네안다도로게미네안다난다나주우기교와춘제사모로핀수지기질이야뛰는데야라제사다사디다지신기베다지가르쳐차시에서좀아다베땡원에드는아주사바는시지기베로가질이야라완르지체제엔비게independent 的这些也得是要么的。所以实际上来说呢，我们误认为的或者以为的这种我，我们会觉得误认它是一个单一的、独立的这样的一个个体哦，但其实并不是的。其实并没有这样子一种单一的、独立的我时有存在，而事实上真实的状态是什么呢？是相互依存的，是跟所有其他生命、所有其他人事物是息息相关的。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的身体好了，我们的身体你可以看到它任何一个细胞或者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可以说都是因为要依靠其他因缘而得到的。举例说，像是从父母那里而得到了这样一个血肉之躯，或者就像每天你会吃的东西、穿的衣服等等，这也都是依靠其他人跟别人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换句话说，并没有一个我们以为的这种独立实存的，或者说独立自主的一个我是有存在，并没有。今天就是呢，那别个写的啊，给大面不是啊，我那前面呢，可是大玉面给这可说了，大吉，这幺二八大，这个是可说了的，즉다유에다메사르비당다는신기즉댄캄르타유에다메사르비딘제기다지투투와르지다투와지단투와임바지리아다가다시라랑아주미지난페도시라메데겨르지아딘제기니즈소르지삼다지다유메사디소르지아주응외니즈도르시다즉편도를가서대박이다매대교로지지단을좋아지채무십지인데지라우유니즈도를편도시다매대교로지리지좋아지지진짜기지퍼지쳐요만한삼천도스다유메사디디아주예바도다유메사디아주다대기지미지나로레야간다지우유니즈도리야편의예대베기편바도내바예대바든지지내든지든대바토네아주디다메바사다유메사드시갸후도마도베델란드바시다메데바지기다간다지단고란다프로소피시에대베소르지디디차나드미도삼타
所以佛教里面在谈到的无我的这样一种观念好了，它并不是一种像是哲学的论题哦，好像问到说到底这个世间这个宇宙真不真实存在，或者在思维这个我是不是真实存在，这宇宙有没有终始始终，始终宇宙呢，它什么时候开始，它什么时候结束，它的这个情况是什么，就是佛教谈到的无我不是这种哲学上的知性上的，然后好像跟你的生命跟你的生活比较无关的问题，并不是。所以佛教当我们一听到无我的时候，或者佛教里面谈到的无我的时候，它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你现在就跟你的生活，你的它会很影响到，直接影响到你的生活，有对对有好处也好，坏处也好，它是跟你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尤其在解释无我的时候，也要这样子去做解释，就是它是跟生活相关的，它不是一个哲学的命题。제가지금지플로소피그들투하르지인베지리아차마샤시대지미지난기다지가수에마주삼동당제뷰포인트디지든애니밸류미지밸류다디지든저외에대비치기토네다음에와서아드삼동아드계속으로지면서좀所以这样的一个无我的观念，不要把它当成是一种哲学的命题，而要把它当成是你生命当中、你生活当中一种很有价值的一个观念。所以以后当你听到无我的时候，首先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本来的，三个的，这个好说呀。三계냐참섬이야지가르쳐야급디두기엔지추루신다기다지플로소피케바인데게아친이즈바케바인데게다든제미드리요한체안상계다투와첨보든제베플로소피투와베가르쳐다지로야차만볼베쩌바체데야로든제그베플로소피투와첨보든데안상계랴두번째부터는뒤부터는중요하네디나는직두번째랜드사네다데레아상계게랜드에가르쏘아라사나벤다지두번째레다지디엔라베타요다요마레세아르지겨르다다디수르두번째레디거레아안상계지랜지다랜태가랜루치미미치다지데레아게시다미지미지나세나리아친지신나트레리아친지다신나트레리아개방하면신나트레리아주주사네야참참지워바든데여러르다경계워바든데든데기안다든데르다기노네미든데레개들이용거봐제신나기엘주주사네게시교란리아지다지토기에베근다르든데지교란라포소나아니교랑기디두사네급디두사네오단다디칸에용바인다샤쇼아니용바인다누쇼아니용바인다지세저로다지다디칸에레소디급자칸렌도사르디지삼등거인다야나지다가라는지다파오인자들이겹탑을치지고란디네기다지년카들이겹탑을치기제제도스바거디도스나요다좋아라좋아노지제제나디소치제제상가수지가다지다메메사디테넨신지기나디지베플로소피컬좋아노지메지삼다윤드사아는가수지베고나세삼다데비네타므유니즈토라미지나로라엔디기지딘지지삼토나다메베기的大的主流，提托呢？米子南罗啦，就完了，就米子南罗偏多了，用木头呢？哎，偏多嘛了。举例来说，在过去佛陀的时代哦，
有的时候也会当时的一些这些哲学家也好，或者说宗教家也好，他们都会去拜见这个佛陀，也会跟佛陀做一些请示，问一些问题。那很多时候问出的都是一些这种亘古未决的这种很深的大问题。举例说，到底宇宙有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或者有没有开始，有没有结束等等这些问题。那举这样一个例子，就像当时就有一个人这样子问到类似这样的问题，佛陀的他也没有直接给答案，他反而是用问题去回答他的问题。佛陀反问他说，如果你有一天到了一个森林当中，大家也知道在古代这个森林当中常会有猎人嘛，那猎人会去这个捕猎的时候，他的佛陀就问说，如果有一天你到这个森林里面，你被某一个猎人误伤误射到，而且是有毒的一根箭，你被他误伤误射到的时候，你会怎么办？那问完之后，佛陀继续他继续问，他说，那个时候请问你会去分析，花脑子去分析说这个箭它是从西方射来的，从东方射来的，从什么方位射过来的，还是你会继续去想说到底这个箭的长短它的材质是什么，你会这样去想吗？那你应该不会的。所以你应该要做的是什么？是赶快去看伤到什么地方，赶快去急救，去换句话说，这时候不是你应该去思考哲学问题的时候，而是应该赶快去处理你的伤口，去急救自己。所以佛陀就用问题去回答他的问题，同样这是一个例子。所以我们这次谈到这个无我的时候也是一样，如果你把它当成是个哲学思想的时候，命题的时候，它会让你很头痛的，因为它的内容讲说的非常的多。但是无论你再想再多，但是如果你无法将无我的观念用在你的生活当中，无法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的话，这个观念对你也可以说是没有用的。드린 주사나다지다메바사디기다메바사디기다자와니메바사지시기오마나다사디오마나스딘디지시기오마나스탱도데마셰베띵도탄동야다디다다가주삼다디아다춘춘지레스다디춘춘세난다도다네버세난다도간다지초다초베가수다지초래버릇이에요다당기세야다다침부르디다침부르세주사는다가슴상으로지지지딩이감지유니버스상으로지커넥션이되봐지기지리야베드베이되봐지리지리지리인데봐인터디펜던트인터커넥트다든지기다다침부르지세난장도다침부세난다저것도야나간다르지가수에다사데에너지인디펜던트마이인터디펜던트리지여버지등고요하레섭정도所以如果让无我，我们让它变成是你生活中息息相关的一个观念，有价值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这样想哦。其实无我它真的不是字面上所谓告诉你没有一个我，它并不是这样的，甚至它告诉你的应该是说，你要开启的是一个大我，要具备的是一个大的我。因为我们现在常常有的这个我呢，都是一个小我，还有偏私的，还有局限的一个个人的你这种小我。但是真正我们该具备的一种所谓可以称为大我的时候，它是遍一切处的，可以说涵盖所有整个宇宙的，而且它是跟一切万物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里没有我指的是没有那种你误以为的独立的实存的那样一个小我，那个是没有的，但一种相互依存的骗一切的这个大我，可以说它是有的。大的研究是啥呢？第二句 interdependent view 几波没不切 viewpoint 几波没不切，大的句 value 的不是真的是里啊 transform 切换的开始不休息차디차디도섬정도가르사나베랑안수있다지미지나로레야엔간다지응외니주다디상접린토레야접린디다디인포메이션디제가토랑아접린디지기지레야핀주타녀르녀르조데거레다지마주지디레미주산다디균센데네핀주지기지금잡아디
간제 체험이 있는데 세르세 조금 근데 개급 빈수직직이네 안 다도 나는 지조 빈수이네 안 다도 어느 가사 개 빈수이네 안 다도 이제 다지 제바디 찌는 찌도 제바디 다지 나래견 가르주리 카세브 스테란 다도 다 문규르 치아체 이제 차리 하래 되게 뒤 균세는 되네 다지 찌리야 다 간다 생기 디도디 다 랑기 디도 그 차시야 소리 랑기 디도디 생기 디도 그 차시야 소리 차디게 인두산 다 딘지 기타 밸류 소머베 아 드리지 삼도 아디 계좀 시라네 삼도 所以这样的一种可以说相互依存的跟所有的万物是息息相关的这样的一种 一种想法，也不只是一种观念而已。你要试着让它，真正有价值、有利益、有价值要产生，这是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什么呢？其实我们现代人了，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上，可以说物质发达、科技资讯也都非常的发达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世界上 人跟人的距离其实越来越近了，而且你越来越清楚地能够知道说互相之间的影响是如此的紧密，无论是国与国之间、社会跟社会之间，或者人跟人的互动，跟比以前来讲是更加的紧密，而且这种关联性它更加的清楚了。那么因此可以这么说吧，现在我们的一个别人的苦跟乐，其实就是你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还有你自己正在经验的苦跟乐，也是他人生命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了解无我的一个价值在这里，它就不再只是个观念哲学，而且它是个有价值的东西，跟你的生命有关联的。那等于就是这个就，得去到阿尔的，就是微观的，就是开始不晓得瓜的，就是，就亚个，亚俩，那当不就是这个得去。 mano guadi kesum shale sam tengdus tende ji tzu man ji tende ji yago chumbi imina ane shine ji de thone ta kandar ji ta shirbi ya ke chin somar kle kle ane su su ge nam je de ya gen ra ji ta ji yong gu ge sam tu 所以就是刚刚谈到的这样的一些观念 或者我们说它就是一种正见，这种对于无我、对于空性的一种观念跟正见，它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主题谈到了智慧，我们都要开启智慧。要让我们的智慧能开启，就必须要有这样的一种无我的空性的一种正见。当你具备了这样一种正确的观念跟正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智慧就会慢慢逐渐的开展了。 대연 유산에 가시에 딱 안 주지 최 남의 최로 주시니 나는 이제 망부지 형이 알아. 다이네 니 들려야지 남의 최로 주시 유산에 더수유로 되지 소수에게 딱 관념 사람자도 얘는 이제 viewpoint 야구시 딱다를 좀 해봅시다. 나 이제 토네 이제 남의 최로 주시 An tama tele ya an ji kensa wu cha che an zu da ji ya ge na zo ho ru mo sa ma da ji ji mo ne ni le du shu ba sa ma ne ka zo ta ka na ka da din de ru chi cha cha ka mo chi che duo 所以这样的一种观念真的很重要，所以再次会提醒。所以尤其我们都说现在学佛的人越来越多，我们都说自己是佛弟子，但是会发现蛮多人在文思在学习的时候观念并不正确，就刚刚谈到的那些正见他不具备的话，结果学到最后都会变得怪怪的，而且最后会走火入魔。 다드네 가슈에 다 간다야 가슈에 베남 엔드르 인디션 좀 해도 섬톰 다드네
变成就是迷茫期的也咋样去？俺看到是可说，迷茫期上面拿落来啊，但俺是得是可说，但迷茫期，也咋样的？俺怕是他看到俺来啊，是根本别迷茫的影子，俺低头呢，但俺什么都不晓得好的，其实俺来啊。干嘛别明天明天买币呢？俺不是，我说不是，没事的了，突然的搞不下来。俺现在讲的这些明天这个月不切，这个大就讲的，就现现代要的，买不起这些车子，但现在用过的，上面上面拿落来呀，这是卡出来，但是俺俩就，那么久才能抓住，落着。开发的话不如去，但是约不起钱。俺过去大家刚也唱嘛，三土呀，但名啊了的，俺就这句云南了的都是下得个的。一年 ，OK。很多人呢都会来看我，很多人来见我的一个目的。或者说可以主要其中一个因缘就是因为我被称我叫做伽玛巴，我有得到这样的一个名称。那有时候我想想可能没有这个因缘，或者说当我不叫做伽玛巴，如果我没有得到伽玛巴这个名称，我们大概一辈子是不会碰面的。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个因缘，那会让我们能够认识了。当然就是很多人来的时候心中也会带有一种期待，就是说我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那一定可以从我的身上可以得到一种这种消除一切生命中困难痛苦的一个口诀，会带着这样的一种期待然后来看我。他的研究生呢其他个说大家呢也可说的充电呢按挡不也差不多的整个但是别呢可说的这些就缺两年什么的，但是缺少他呢，缺两就去路里，就刚说的，缺少两年钱，缺少一些钱的，那么点啥的 ，fashion 钱呢？啊，我晓得 ，fashion 说的是他说的钱是，那就 fans 的那 fashion 的那这个是呢，那这个就超几年的，他家里人这些呢，什么的激动着去，是吧？他的，他说他这的，带着 emotional 去，团着的要嘞。他既然的度假来是来要嘛，他应该去 emotional 的做忙起来的 emotional 收起来的不是这，都是着的要嘞。他应该缺少到两年前啥的，就属于给什么的 emotional 的嘛，就搞出来嘛，就搞出来。心难度难不团呢？就心里心里这样的，俺们就心里呀就看出来，让个心的就，啥看出来的？让个一切点不样，迷信那个，迷信那个，他刚才是，看出来，迷信人不什么的，迷信的全都点不样啊！这个人都啥点样啊？不去。这里就切多，那俺就确切的有名字。俺那第一团呢，这里就团呢，就搞出来，切住那么点切饼呢，这第是搞出来，大大的要买的什么程度？大大的就要买的，就让过去了就。有的时候我有一个想法，也就是。当我们谈到说修行也好，或者说
对于佛法升起信心或者医治一位上师的时候，总之这一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变成是一种潮流的 fashion， 就是说大家这么做我也跟感心潮我也跟着去做，然后变成像崇拜某个人，变成自己变成一个粉丝哦。我觉得这样并不是很好，因为通常这种状况的时候的人的心理是什么？是你是很激动的，你会很冲动的啊，我要跟随某个人，就是这种粉丝的一种心态的时候。那我这并不是批评这样是不好的，并没有，但是这种冲动或激动它有的时候它是带着一种烦恼，你的心是不平静的，它不理性的。而谈到修行的时候，尤其佛法的修行或者升起信心或者一直上师的时候，它很重要的一个特质是它应该带给你的是一种心情的平静，它是帮助你烦恼的一种消除，它可以说真正帮助你生命中找到了一个方向，你有意义的过你的生活，你的生命生活会变得更加稳定，这个才是修行或者依止一位上师它很重要的一个目的。这其实也就是你修持佛法的目的应该就是这个。这研究生呢，大家就等于光学那些，你忙不起，俺们那么久，别切的话不如直接不如直接去给一些的切些，定个药来。现在当俺们那么久切的话不直接去药嘛嘞？但现在那么久切的话不直接去买米呢？大家那是我那是先给。刚开始啊，那就说是刚土豆子，三毛子当起，但是女吧，这家里那边的话短些，那刚才土豆子七个月呗，去的是多些。那第一个这个三第二就是呢，那第一个超今年，那那么就吃完买来的，然后接下来就那就年纪再往吃完了不就，那就不是。家庭面中，大家那这里就团呢，俺那这，咱蛮吃的，都是把什么当面呢？苦兰族，苦兰族，那这一些东西，年轻，苦兰族，苦兰族，叫不得不起马多呗，年可是叫不得不起啥人，俺那都是通过面头，俺苦兰族是兰州，是看他，点点子，那。我让你女不是来买米的呀，但是呀，我就能用现代说，但是菜几吃了不啥的，干嘛别去菜啥去也不用做啥呢？但是就吃了不着去团呢，俺爹就平常了不就用的有几嘞？但因为呢，我让我呢，俺大大把都是就什么就吃的九百银三百多，等这个团呢，三百多的当起没心大力啊，怕。肉吃个药嘛嘞，俺们就米酒嘛都吃，酒买哪呢？家大就米点子就开始说，其他人就他没点个都是，真正就是通过药嘞。但因为呢，他开始吐吐都吃，白水吃用就啥呢？常常碰到阳点个，阳点多，他碰到阳点不得，俺们个就拿都是给人们，他做的苦难做苦难做，是绝白说的。接着他开始说的。说说热念了，这讲这说说热念了，然后就特别熟悉，这是通的通。所以回到刚刚最开始谈到说，很多人来见我都会以为啊，我有这个大的智慧，一定有这种很厉害的这种智慧，但事实上我没有。虽然没有，但是总是遇到这么多的法友，这么多的朋友，我都尽力的想尽办法的去。试着去帮助他们度过各种的痛苦，那能够有些作用，帮到一些忙哦。很多时候我一直想，那这真的不是我有什么大的智慧，可能就是我稍微有一点关心吧。那而且大多数的一个情况，我发现之所以大家好像帮到了一些忙，然后也消除了一些问题，其实是你们自己帮助了你们自己，这是因为你们可能升起了某个信心。而这个信心让你自己帮助了你自己，我从来都不觉得说是我能够带给各位什么样的帮助。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什么样的能力哦，
那但我们常说一个名称它有的时候会有加持的，就像伽马帕这样的一个名称，它会有一种加持，所以这种名称就会带给我们一种力量，一种帮助。但无论如何，到现在为止我也从来不觉得我自己有多厉害，是因为我的智慧而帮到任何一个人，从来没有过。那而且我就是一个很普通很平凡的人，而且是平凡中那样一个很平凡的人，很不会做很多事情，很平凡的一个人。所以讲回来，就是说之所以对于一些人好像我帮到了你们，那其实是你们自己帮了你们自己，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讲回来，修行很重要的是还是靠自己。那这也就是呢，大家本来阿里啊，大家阿里呢，大家那么苏里呢，大家这个 expectation 这个这边热话不全部这个要不得，去年都说来。这就是一个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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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拉玛罗密基什马的，他看到就缺少托尼些。那拉玛罗密的这，拉玛罗密塞，拉玛多罗密塞的，看到就我那个态度，就工作基本不是用啊的。他做的罗密基，拉玛雷呢，他热话叫阿尔拉，他的听人都拉玛库朗基，就库朗里亚他，热话不接不些，热话不对些，听这个托呢，看到库尼尼。那么的家伙热瓦的他让的家伙热瓦的你们去里亚他看到这个人差人就算了那个离开的去啊那么当那么啥的他去工作机构的学校他要去他看到去工作机构才能站到去那就用他的时候我们的算出程度。所以无论说我们对于某一位上师，对于我也好，或对于任何一位上师也好，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方法，一个观念，就是当你对某个上师，你对某个人升起一种期待的同时，那我希望你们在那个当时同时也能够对自己升起一种期待。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然我们总是把这个责任好像都推给这个上师，向外都不让自己也建立起一种信心，对自己也充满一种期待。不这么做的话，到头来你会发现你怎么样都修行没有办法修得很好，都没有办法真正的可以说做到佛法的一个修持。所以这就讲到说什么叫做师徒的一个关系。我们常常会说师徒之间的心意要一致，有这样的一种说法。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刚刚谈到的，就是你自己一身为一个弟子，对于上师升起一种期待的同时，你自己对你自己也要升起相对应的一种期待。所以当只要有一天你能够做到就像你对于你上师的那样的一种期待，那样一种信心，你也对于你自己充满了这样的期待跟一种信心的同时，这时候你就做到了师徒的心是一致的，是没有分别的。那你日子嘛，像俺这主要挣钱了，只给水儿呗。哎，搞的 organization， 搞的这里几套呢？搞啥呀？那大姐搞啥呀？那么一那么的客队呢？那么些那么的客队呢？那么多事差点出事。但搞的那么的客队呢？那么些，但得了这玩意儿。罗马的客队呢，过来去搞出来，这他不讲了的，他不讲了，谢谢爹爹呢，真厉害嘛呢。那等于就是呢，他罗马去，他杀了五百小时就是呢，他就拉美恐怕得了呀呀，弱骨越兵就是呢，他第一军阵了点呢，他这这弱了吃不了，那就说说了呀，第一次去搞出来他去，expectation 是那样的，伢那就告诉叔叔里亚的，规模的就热瓦的的，他讲他就拉马特里亚，叔叔一些钱不能信这个，叔叔里的天能信这个一些念不的就挂的，他
所以如果一直是上师，就永远就是他一直是上师，而弟子就永远是弟子的这样一个身份。换句话说，弟子永远长不大的话，或者说你永远没有进步，永远长不大的话，那么最终也不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的。所以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要能够证得如师一般，或者证得如佛一般的果位，要登其果位。这句话其实每次读到，你就要提醒自己是什么呢？就是告诉你说，对于自己，你对你自己也要升起，就像你对于上师一般的期待跟信心。自己要能够成长，要能够修持，这是最重要的。但我呢，可是哎，但等于讲的是不能信给，讲的，可是老了的，我是上不了几个几里啊，但这不差的原因就是啥呢？但第一原因呢，那就是说说给，那就是，三当当当，那就是差距，第一的了，那说说他就。responsible 什么的，这个干部就苦些，上面是当白托呢，结果的干全部认识的，那个就不大晓得。所以讲回来，还记得最开始说，我们人跟人互相之间都有着很紧密的一种互为缘起，一种依存的一个关系。所以换句话说，以后我们在有任何起心动念也好，或者你的行为有任何的作为行动的时候也好，你都要带着一种责任感去做了，去想去做，也就是你都带着一种我跟其他生命是息息相关的这样一种心去做。本来我觉得这能源这个告诉我那边去年的经验的这边的卡拉的设备各领域呢，当大同步就确保了一定的时间了。那这告诉我第一个呢，卡拉下的这南山原来这个车的南山这啥下说就没钱，但卡拉的我呢这边的这说不定的这所以得不能解决的解决好吗？但迷茫迷信的就得不起。俺看到就那些杀他人不呢，就结合不现在呢，就难挣钱呢。我用的这么贵啊的，这里就是俺到第一点就三毛六是当钱，俺到俺就三毛六平时这个钱，到顶这个就性格当间算了吧，心累吧，心累心眼的说，俺就通牛要嘛的。마주미진나빠지토구말해이나다고주갈려시겹시딘디부디아는아주롱스죄아로쉐비인주사네데디토안딘디지기토안에양아주지안가느드네그래티튜드서마르바다지가다거딩테셰르지예배토안에다딘디지사마단지칼라사디아주는유엔지데스지쳬바르비드리샤디진다차차르지람룩스르지마임비체다디오늘오늘니수디야다지삼도들비땅도총이미나아니고백해되지그래서차대도삼정도가당아주지클라스세비나다겐르쿠르제클라스가얼마만다가스직선남자첩첩첩사대베서지매미체되지자所以举个例子来说，身为一个说自己是佛教徒或者一个修行者的时候，就像吃饭的时候好了，那我们都会吃饭之前用餐之前我们都会做一个供养。那我们不要是说这个饭一拿到前面就开始狼吞虎咽赶快吃，不应该这个样子，而是你应该看看这一盘菜，它可能是一盘一碗饭，你看着这些米的时候，其实你要有一个想法，一种思维，也就是这个米它也不是我自己所种的，它是很多的农夫辛勤之下而种出来的。那甚至有些是很远很远，还不是在自己的地方自己的国家，是其他国度运过来的等等。吃饭的时候，你首先看着这些食物，你应该有这样的带着一种感激之情去看它。甚至像刚刚谈到这种这样的农夫，你可能都没见过他，而且甚至你一辈子也不会见到他。那但是这些就是摆在眼前的食物，是他们的辛劳之后的一个结果。所以看着的时候，你就升起一种感恩的心，
来吃它。所以这就是一个修行者，一个佛教徒吃饭的时候应该做的。所以供养啊，念供养文那些，它不就是一个看起来很好看的一种传统？不是的，而是真的要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像我们说刚刚谈到说，你以后你在说话也好，想法也好，行动也好，都要带着一种责任感，一种感激之情去做。吃饭也是这样子。인지민지따지가루에최바피스를자는지라버르테모자제가는뇌용과를그게민도야대뇌용과를서나니엘야대절대용로마진대를지사무당한테는은혜전에사무당하고봐제야는대지라버자게자다가는뇌야대리야대뇌에서도사나야는사무당하고마중세다디기코랑가르디제마사르제네네야디버르데상으로제놓고와저다디냥가르디간다예사드레나다는지가서돌아서겸비네네아주디상돌아마셀제에네가르다근가바니스므로다소라드니스웨제소요돌아망고두스근고와레안다지소라근데다소라망고지간다가르쳐다지고주소레레가드칭에서라샤의뉴뉴체다나신기지소레나로레가쉐베컬리아튕게엔데서야고시다메체다간다고주기거두노데나주디기르차체소머베다지고주거두레덴다나주디기디타베소르치르바다드인주사네드디삼당연주산다간다에나소레진게세난다도다간다에디시데버르존디아레제다도나데제가토안다간다넘유지레균제사야데단도나조지수수기다렌데수수이기다간다자와컨디셰비네디게수수직보면이봐근데수수능미직보면이봐다지셴지섬제셴리나가르쇠페뉴컨디용도삼당제에대한겐구회도네에차들려다지렌제지야사렌제지송체버사니지레도와리미산리차데케심브레도삼정도所以也不一定是说供养哦，听大家听到说饭前要供养，就一定要合掌啊，有一些口中念念有词哦，也并不是这个。那很多人甚至他就算念了，他也想不起来要念什么之前，然后他意思也不懂，也没有带着感恩之心，这样子念了也没什么用了。然后你也不懂他的意思，也没有感激之心，这样来念来吃也是没有用的。所以吃东西也是一样，同样我们的现在穿的衣服也是一样的，那是有很多的这些制衣厂他们制作出来。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地方，大部分的制衣厂的这些工人们，他们的可能工资都不高，然后他们的环境也并不是那么的好，生活总是比较的辛苦。那换句话说，有的时候想想，好像是我们的快乐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了，所以多少我们都是有些责任的，多少我们跟他人真的是有一些关联性存在的。所以这就想到说，在佛教里面我们常常说要重视因果，有没有要很重视业力因果的道理。所以什么叫做重视业力因果？其实就是当你了解到说你不再就是只有你自己这样一个个体，而是你要想想说你的行为，你的念头，你的各种的作为，它是跟别人息息相关的，你会影响到很多其他的人的。当你有这样的观念跟一种警觉感恩之心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重视因果业力的一个意思。他的这些他提过了，他可能是 make choices 这个了，他Choice with wisdom and jisa dati haji dinere vizima dada mise mangbuzi shudhaya mangbuzi shuyas kemindu
那大概今天这个主题叫做智慧的选择的部分呢、哦，大概就是讲到这里，其他还没有特别要多说的了。咱这里开出来，我就，他第那些第一节了，当然现在写的这么多的，他的确实得把这差别说出去。那现在写的这么多真的，现在就对了，开始说他的。苏里亚，这是，让开始开始了，就先对轻松，对嘛是先做学习。所以今天可以说主要的这个智慧选择的这个主题相关的内容大概就讲完了，但接着附带的我有一些想法想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那当然的，香港的那个就是缺少卡，那你今天过上场面，你们都确实打的，他这种确实都是有用的。那既然到香港，讲完干嘛我就记住吧。那你香港里啊，我们拍些，那个就是香港的，九光长老。他拉说吧，他刚才是隔壁就是啥呢？这边听说不是他穷不来，嘛现在隔壁就是啥呢？他俺们给娘家去，光就接土那什么城里院的，他就接土嘛什么。刚打量，讲完居住边隔壁呢，他这边也对不起，都是下地下的。俺其实俺是没个，红过来就缺少卡，俺说等这有缺少卡，忙不住穷钱，他那缺少卡卡早的哒。장가대야보시면도망다를주지나간다망부지유기래근데인주산에아니가르쳐다늦지기배지딘사배기자배여대비지도차대여비인주산에안다리가주기他说：“红工缺少名头呢，你这就全这都吃，你这全部跌，这陆军给退营的不都起来啊？都是我自己属于。我们这一次的课程是我们香港各个中心可以说联合大家同心协力之下一起来举办的，过去第十六世法王噶玛巴也曾经到过香港，那在当时我们知道像是觉光长老等等许多的这些长老也都有相互见面等等。那本来我自己有一个心愿是希望能够拜见到这个觉光长老的，但是这个没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总之呢，我们知道第十六世法王噶玛巴也曾经莅临过香港，所以跟我们香港是有很深很深的一种法缘在那边的。那也之后陆续的在香港佛教中心，我们中心也越来越多，到底有多少数字我也不知道，但听说有很多中心在香港。那总之我觉得这一次能够主办单位是以这样子香港联合的这样来做一个各中心联合来做举办，这本身它就有很大的一个意义，我觉得是在历史上来讲都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俺喇叭都是讲干嘛吧？讲干嘛？工资这么简单？俺民生啊，做的是教育，但教育给人民都打看到华人什么的，但是什么的呀？那么这不是老家常方便的，这不有点不是都下地下的？那喇叭台上的马赛呗，马红巴了呀？台湾讲的是这不的。定十五桌的三百五十单，安尼即六千桌的三百五十，都是成都。刚才说呢，讲完干部工资，你不干部不稀奇，安尼就谈谈了呀。加班样，就恰当，就恰当了，弄些。恰当也不行，恰的你拿了了，中山医院嘛，那得签保文书。但讲到定制机，
타나로 총제 엔디기 엔 마오발레 엔 가슈레다지 틀레 교랑기다지 틀레르데 엔다지 갸즈 다가 샤쇼 갸즈스 동하에서 말 다지 샤쇼 갸즈 타파도 캡시 다드리지 용거레스 드리지제다 가나 농대로 나 에너지 경 가만 보시 미네 되는 신기 통멸을 제 진짜 남래 난 다는 신기 대든 추규 림베게 다 농대 나러려야 난 되는 신기지 가만 보고 지 마음 배지 고지 다지 저기 주고 아 대주가리야 난 다가는 지지 가서다지 전부 용구해 봐. 다지. 가서 다지. 다 야나 쇼리아 지진 전부 용구해 봐. 드르기 다 롱데. 아로 두수야레. 안데 드르기 위 주산에 다 디균센 때네. 안데리 지 가서 응어수 다 간수게 다지. 드르기 공공 최소 간수 제외 체제. 다들 지금 전대를 지압을 해. 나 이제 전대로 야구를 치. 중부지리아다. 문제로도 쉬어요. 아 마음발이야네. 지 전대에다 간다. 지 상계를 진수는 배기. 제발치래. 난 탐지. 가르쳐야다. 지 홍콩 조르 교배다. 지 사조 마음지리아. 또 스캡토야기. 문제 쉬어요. 那我们也知道历代的噶玛巴都跟华人有着很深厚的一个法缘，这个可以说几百年来的这样的一种深厚的法缘在着。那不仅是如此哦，我觉得未来也会有更这个法缘它会更加的深厚，甚至它所遍及的这个地方是更加的广大的，它的影响是更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是我们看到在第二世法王噶玛巴西的时候，在他的一个这个记录当中有提到，曾经噶玛巴西他有一个静观，他在静观当中他看到了，那应该可以说很多次有这样的静观，他有很多次这样的一个静观，也就是看到这个千波文殊，就是有一千只手的文殊菩萨，然后每一只手当中都有一个波，叫做千波的这样一个文殊。然后这个千波文殊呢，就曾经受记这个二世噶玛巴说，未来你的事业会广大的流传出去，尤其会遍满，它会遍满整个东海。那么当时受记完，同时第二世法王噶玛巴自己也这样子发愿，未来这个佛行事业会遍及东海。那同样我们看到在丘吉林巴大师这样一位佛藏大师的受记当中也有提到，在噶玛巴未来像是十八十九世的噶玛巴的时候，他的佛行事业也会非常的广大，而且特别是影响到汉地哦。所以讲了这么多，也就是各位这一次随着香港各个中心而来到这里，那我们能够透过说法结下这样的一个法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缘起。那所以我在这里也发一个愿，也就是祈愿说未来佛菩萨的利他的度众的这样一种佛行事业，能够主要不仅是香港能够广大的弘扬之外，也能够弘扬到世界各个地方。안만시다가상드린다계지망부셔야래드린다선이디구유고계셔야래다구유디고도뭐망부시라시아스기면가랑구유돌야지도나유에대비시려마도구유돌야오늘드네시지게시고도유에대비로든지미지차도가르쳐다시연대유에대비로스게쳐야만해그래서망부지쉬야스기면도다이네가산드린게스망부시에윈주사네디토리안강주지투어르지위미나안투어디티제안동공권다티제안선이쇼베나주다지쇼베기주준디토리아디스지투어트레르디지디스샤충나
其实，在昨天也好，今天也好，这几堂课当中，真的也都说了蛮多了。那看看明天早上的主题是谈到环保，其实讲到环保这个部分，只是我是真的蛮有兴趣的。但说实在的，我自己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哦，我也不是很精通所谓环保这些知识，所以我想，明天早上的话，可以针对大家可以针对像昨天、今天讲的许多内容等等，可以提出问题，就请大家今天先写下来，那么用纸条的方式，那明天早上的时候有机会可以做这样的一个问答。那用写的比较好，因为如果大家站起来用说或直接讲的话，我担心各式各样的问题，有的时候不见得是个问题都在说，那可能也耽误到大家的一个时间，所以最好是用写的。那当然我没有办法全部每一个问题都回答，但是会抽取几个问题看时间然后来做回答。明天早上大半是第二件事的，他第二件事这样他第二件事答案对不对？答案对不对？我们自己吗？差了百把月的。Page number 7. Namo Guru Namo Namda Yedan Jem Guru Lai Jojo Desai Jawa Zedai Jem Lala Zegoi Dai Gime Lai Nai Jijin Rubi Dijo Jem Lai Yeah, I'm in the night, yeah, I'm on your
Zemeni jen jilan jemray, zemeni jen
Sanje Che Laya, Sanje Che Nam Ru Me Me La Do Do Me Ya, Cho Cho Ya Wa Se Che Do Che Na Na Ga Ye Wa Ji Ni Ye Be De De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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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 Che Na Che Che Me.Yeah.